Thank you.
带给学生重点不在这个原因哦，这一年到三年时间，拜托你们。
非必要下工不要出国去玩，好、哦，带着家人乘我们一辆留台湾，多玩个两次，可以做到一年，就算今年来走春旅了嘛，好，感谢主放下，这次开始的。好，请问有看到这张吗？上面我有请你，请你盖章压地印，压在写的福袋大奖这张，看到请你抽。福袋等一下最大奖是抽这张。谁抽中这一张，恭喜你们，你会个人独得今天最后一个场次，最后一份，总价值将近台币6000块，三张国内饭店的住宿券，听老师送给你们的，不用给我税金，也不用给我任何资料，抽中它，这一份就是无条件带回去。以上有听懂的各位的权益的，请举个手一下。来，感谢各位，请放下。请问一下，抽中它可不可以拿去卖？最后一场。最后一份，请问这一份没有抽中，等一下你回家会有点不爽的，请举个手一下。好好好，那就不爽吧，好不好？加油了，加油了，加油了哈！没有一场就一份，那辛苦就被贵妇呐，哦，加油吧哈！各凭所技呢哈。问一下，要不要？要举手啊！举手就往前靠近啊！举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举手往前。请问是不是？请问主持人送不送？停，太好小了，太好小了哦！举下两三年内，你们各位朋友想在台湾玩个两次、三次的，请举个手一下。我从这边送到这边来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送哈。举下想在台湾玩，你身上都没有钱去玩的，请举手。这个更好小。请问你们没有钱去玩，想跟我借钱去玩的，请举手。今天是大年初六，跟我借钱的钱。听仔细来，跟我借钱借完之后，但是你都不想还给我的朋友，举手放下了，手放下了，想干什么东西先放下来，没有钱借哦。听到的，要不要拿饭店礼券送你们好不好？先放下，按什么拿？很简单，一张1000块。听仔细来，这是我家的礼券，欢迎各位来我家，好不好？数到三，举手最快的朋友跟我猜拳，赢我这一张1000块，一样不用给任何一块钱，送给各位好不好？准备先放下来，偷宝是不算的哦，准备哈。我有看到你了，准备，一二三，请放下，通通不是你们，是他，剪就是你，对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很怀疑你中奖了吗？一次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宜兰花莲台东绿岛想去玩一次，请举手。请放下。金门马祖澎湖想去，请举手。你到底是不是对啦？来，都想去的请举手。你们变得看很细的，你接下来请放下。台语台语听话也行，接手来。好好好，请放下。讲话破台语没关系，听得懂不要干扰。环岛环岛，今天是大年初几？多一杯给各位，7天6夜，请问够不够用？再不够，赶紧一杯。我投一下，点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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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先讲两个重点，讲解完毕就开始做招待的哦。第一点我已经讲了，住哪边找，可以我上面自己挑。有听懂明白先点头。第二点很简单，一份礼券几张？几张？一张不是一个人，只要不管谁拿到这一份，他一用一张下去就代表一个房间了。请问两张等于几个房间？没有期限，所有的假日只有过年期间不能用。请问今天可以用吗？有听懂明白两个重点的请举手，讲解20秒够快的了哈，请放下。有奖金的，我从这边送到这边好不好？好，请仔细来，请问一下，三年啦，让我问完啦。然后你捐一张用下去等于几个房间？两张、三张，有没有期限？请问礼拜六可以用吗？寒暑假？连续假期，过年，请问今天晚上，请问肯定可以去吗？花莲、台东、绿岛、你家，来，来，我家可以去吗？先放下，这个是多送的，你们的通通在这边有听懂哦，你们一人身份在这边有听懂，有听懂哦，好，先放下来，好，听仔细来。两个重点你完全清楚明白，请举个手一下，大家开心玩好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请放下来哈。重点的，我数个人数，才知道决定几分，好不好？因为刚刚有离开有进来的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
二十二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十五。你们那么小一个人啊？没有没有没有啊！三十五位来宾，一份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两份够不够？这是明天的，看到我是想抢劫的，请举手。你做干爹，你家右边后边再朋友来往前靠近，我就喜欢你想抢劫，来送你一个福小小那个小红包小福袋，来就送给你了。你仔细来，可不可以拿去卖？明天还会来，还会来现场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一个要求，明天如果下午一样没有领券的，你不能笑人家，哈哈哈！你用铁棍领券，用铁棍做证件，可惜可惜，不怕被检举，知道了哈。数到三，举手最快的钱，前六位来宾领券抢回家，有听懂明白请举手，这个很现实，一起举手，人家比我先放下了，听仔细哈，一份领券总共几张？这一点最重要哦，听好了哈，谁抢到这六份不管。可以一张拿着来住我家屋来泡温泉，第二张我们去小琉球救孩子吧，可不可以？第二张我们一起热心求亲，我们去台东用掉，可不可以？什么时候不能用可以？今天晚上可以出发吗？二二八连续假期可以出发吗？完全清楚明白这份礼券除开过年失效，它是完全没限制性的规定，你就完全清楚明白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感谢情况下有没有极限？麦德本国啊，太重了，有听懂了哈，有听懂了哈，够点了，六分够不够？不够，那就。